再用下一次试试。 喂，夏天，找错了。别装了，你可以不承认自己是夏天，但该不会不想要你外婆吧？沈月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我外婆怎么了？向爷爷承认你自己是冒牌货，否则再也别想看见你外婆。沈月然，我警告你，我……怎么回事？ 回来了，脸色那么难看，怎么了？你不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跟爷爷坦白吗？快说呀，爷爷。 对不起，我其实是我外婆收养长大的，我根本不是何家人，我骗了你，我这就收拾东西走。珊珊，这里没有人不欢迎你。虽然这些年你不在何家，但爷爷一直惦记着你，把你看成最亲的人。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爷爷，程轩，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不是贺家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小演员。你赶紧跟爷爷坦白啊！坦白你用他外婆威胁他撒谎啊？啊？还是坦白爷爷早就知道他是被外婆收养长大，这些年一直做着小演员赚钱帮他外婆治病啊？ 什么呀，都是！喂，珊珊的事情我都知道，多好的一个孩子啊！你为什么总是三番四次？爷爷，爷爷，你去吃药，走。爷，放心吧，外婆我已经安置好。 沈月然，再用下一次，试试。夏天，你来打我！<笑>
还好吗？不过你没有找到外婆。如果外婆真的出点什么意外，我该怎么办？要不然，先休息一阵子吧。我要留下来。你就不把他在……既然他处处针对我，我就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所以，季老板，游戏升级了。你能再给我点片酬吗？夏天，你怎么给我转到独立病房了？还有专人陪护。您住着舒服就好。那得花多少钱呢？你兜里有几个子儿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是不是他花的钱呢？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？外婆，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他是……还真看不出来。可惜了。是，你们这一行啊，还挺能包容的。什么？没事。那个外婆，我送送她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谢谢啊。没事啊，我们是合作关系的。刚你外婆说的包容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让我做事儿，包你满意，不容失误。对，是吗？当然了。哎，金主爸爸，你同意给我加片酬了吧？把金主两个字先去掉。那个 VIP 病房就是我给你加的钱。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大方，原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啊。你是羊啊。咩。一半是补偿，一半是奖励。有意义的话找我理事长。完了。